Hello， 我是特工十一。我们这一期来拆什么 ？OK， 又是我们的迷你通队武器系列啊！武器系列，我们拿上来看一看。是这一款，哎，这是来自迷你通队 X 系列的炫能杖啊，是露西的一个专属武器呀。近距离看一下，哇，非常的漂亮，是一个粉色的啊。迷你通队里面唯一的一个女性成员的武器呀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拆开它。哎，这就是迷你通队 X 里面的露西的炫能枪啊，炫能枪。这个应该是这个状态，现在状态合理的状态应该是一半是杖，一半是枪的形态啊。然后还配有一个能量盘啊，能量盘上是这个粉色的，粉色非常漂亮。我们先来看看啊，这个声光效果吧。我们先变成杖的形态，变成杖的形态，按这里我们就直接可以弹起。哎，看，非常的帅。哎，从这边打。击打时候的效果，看我们的这个狐狸的嘴里面啊，还会闪光啊，因为是安上能量盘之后啊，能量盘上面的这个孔洞啊，就会发出鲜艳的光芒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听听它的声效。啊，迷你召唤迷你特工队。守护地球的 X 力量，迷你特工队 X， 迷你特工队 X， 拼。看它的那个孔洞里边就会发光啊！哎，这是炫能杖的样式啊，前头和后头都是这里弹簧形式，然后头是这种软胶的啊，戳伤到自己啊，在进行这个武器训练的时候啊，是不是？对于我们这些特工成员来说，真的是非常有必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，对吗？哎，我们赶紧变成下一种形态，炫能枪的形态，应该还是按这个按钮啊，让把它收进去。你看，听到我们一转这个，还会有炫能枪的这样一个声音变换的标识啊，识别出了我是要进行炫能枪的模式啊。这块也应该是按这个黑色的按钮，一按它就可以翻上去。我们把这个收纳进去，枪头，嘿，就变成了炫能枪的样式啊！我们详细来看一下，哦，非常漂亮，是一个啊很短小精悍的一个武器。相比前几期我们介绍的这个巨能炫能枪啊，是不是这个小的炫能枪也是非常的好呢？哎，适合携带出去。你看，从身体里啊掏出来，哎呦，而且还是带有啊光效，是不是？哎，非常的有意思，你说呢？是不是露西？是啊，是啊，你看这款武器和我非常的搭，对不对？好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啊全部内容了。我们开箱了这款露西的炫能枪，迷你通队 X 系列的武器，我们下期继续啊！我是特工十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